啊，精神现象。啊，佛经里头，在动物啊称作佛性，在植物、在矿物啊称作法性。啊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无二无别是一个性。性不生不灭，啊，能生能现。啊，我们在佛法里面把这段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才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人心本善。古时候同盟教学啊，五六岁小朋友上学念三字经，第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道理我们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教育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回归本善，这是教育的目的啊。啊，我们今天一切的不善不是本性，本性永远是善，从来没有改变。啊，现在这个念头错了，行为错了，这叫习性。啊，我们今天讲习惯，你被外面环境影响变坏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，习性不善了。教育就是习为帮助你从习性回归到本性，这叫教育。啊，这是圣贤教育，这是佛菩萨的教育，啊，不是现代教育。现代的教育，他把这桩事情忘掉了。现在教育叫什么？教你怎么去赚钱，教你怎样去争名夺利。啊，教你如何损人利己，你能教这个教育啊？那个个人都学损人利己了，他能不冲突吗？他能不打仗吗？啊，所以造成整个社会动乱，造成地球这么多的灾变。这个东西怎么来的？